菌类种植您见过吗？一台机器3秒就能完成菌种装袋，效率是人工的30倍，你敢相信吗？菌类品种众多，不仅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还有降胆固醇和高血压的功效，可谓是家中必备良药。但是菌种种植的准备阶段却极为繁琐，需要人工将配置好的栽培料装入特定的塑料袋中，经过灭菌消毒，在一定时间内接种才能发菌。人工装菌费时费力，无法实现菌种的大批量生产，这可难坏了湖北随州的汪师傅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他发明了一台食用菌装袋机，原料通过搅拌器搅拌均匀后，随螺旋搅轮向前推送，从而推动炮筒上的袋子装满，完成装袋的过程。第一代机器采用自行车爆砂装置来调节装袋的松紧度，容易出现压力不均匀的问题，可能导致菌袋因压力过大而胀破，菌种受潮产生黄曲素而造成材料的浪费。改进后的装袋机利用压簧来调节机器的松紧度，使得菌袋受力均匀，有效提高菌种繁殖的产量。新型装袋机增加炮筒长度，还可随时调整炮筒规格，方便套袋。采用数控智能化调节，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调节菌种出量。为了解决人工扎口问题，新增了扎口机，1秒就可完成作业，解放了工人的双手，为他的发明致敬。